先看经本406面，406面倒数第二行啊，看书臣上不读，见在彼国无非贤圣，但有深得习戒不退也。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啊，现在我们接着看，说众生者同摄一切，那么这是解释经文里面众生生者，这个一切就是上从等觉菩萨，下至卧道众生，就通通包括了。众生的本意是众缘和合而生，就叫做众生。那么由此可知，这众生的范围非常广大啊，不单一切有情的动物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我们不能细说了，就粗说，这有情众生像人啊，是四大五蕴和合而生啊。这个植物、矿物也是众缘和合而生。那么可以说，一切有为法都是众缘和合啊，因此这个众生两个字范围呀、非常广大。但是在此地呢，是专指有情众生而说的啊，有情就是有情识的众生，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动物啊。但是它这个地方呢，动物比动物包括的还广啊，因为我们讲动物只限于我们这个地球啊，它此地讲的众生包括诸天，包括摩罗汉、辟支佛、菩萨啊，菩萨当中从初发心到等觉都是众生啊，成佛就不叫众生啊，没有成佛都叫做众生。那么下面乃至于畜生、恶鬼、地狱啊，都是众生啊。所以此地讲这个众生生者，是指九法界有情众生。九界有情众生不仅是我们娑婆世界，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的九法界众生，这一句全都包括了啊。所以这个范围啊很大很大啊，通常一尊佛的教化区是一个大千世界，唯独阿弥陀佛的教区是净虚空变法界啊，一切诸佛的刹土都是弥陀的教区，这个是不可思议啊。那么九法界有情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皆是阿毗跋致，这个不可思议了啊！所以这个，你看九界里面，菩萨跟阿罗汉不平等呐、阿罗汉跟诸天不平等呐、天跟人也不平等呐、人跟三恶道也不平等的。啊，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通通平等的，啊，都是阿毗跋致，啊，那个世界是平等世界，啊，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这个不退的意思，上一次给诸位解释过了。阿毗跋致者，次因不退转，如《大本集论》所明。大本是无量寿经，啊，因为《弥陀经》上讲的简单，无量寿经讲的详细。啊，论呢是往生论，啊，天亲菩萨往生论里面。也说得很明白，佛有多种因缘，故得不退。啊，这个多种因缘呢，就是，佛在《无量寿经》啊，跟天亲菩萨在《往生论》里面所讲的。下面呢，列举了一种，啊，如十以五种啊，通赞十圣，群以三十一等，啊，这是略说。十以是十一论，啊，通赞就是窥基大师的通赞书，啊。群疑也是一个小册子，叫群疑论。那么这个后面呢，都有简单的介绍。五种者，十疑论云啊，十疑论收在净土摄要里面。诸位看净土摄要就可以看到原文。摄一论里面讲有五种因缘故得不退。一者，弥陀大悲愿力摄持故不退。这一句是摄一论里面的论文。下面的解释是经释，为如大本法藏愿云，我作佛时闻我名号，皈依精进，即得第一人、第二人、第三人，于诸佛法永不退转。譬如涉海，得成虚航，不成灭故。那么从这些文字，我们可以体会到，四十八愿是净宗理论修学根本的依据。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净土三经，无量寿经、弥陀经、观无量寿经，无非是四十八愿详细的山明而已，啊，详细说明而已，字字句句都不离四十八愿，也决定不违背四十八愿。如果违背四十八愿，那就不是佛说了，啊，那么由此可知，故得称赞《无量寿经》是净宗第一经，这个话有道理啊。那么十一论里面，
第一个因缘不退的因缘，就是四十八愿里面说的闻名的人愿啊。这个第一人到第三人，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都讲过啊。如果讲到果位，这是地上菩萨的境界啊。第一人应祥人，初地、二地、三地。第二人是柔顺人，是四五六地。第三人是无生法人，是七八九地。这当然是阿毗跋致啊！啊，所以这个阿毗跋致是七地以上啊，也就是第三人。啊，他一定是从第一人、第二人、第三人通通获得，这是弥陀威神加持啊，使每一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通通啊都能够得到。那么得到看起来好像是很轻易啊，因为有许多人呢对这个法门不能够接受啊，原因是。你是个不地凡夫，业障这么重，才念几天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居然就七地菩萨，这个人怎么能相信啊？通常一般人要修到七地菩萨，是证得虚脱还国之后，要修两个阿僧祇劫才能够证得啊！你这才用几年的功夫就证得了啊，一品火也没断，这个东西实在是叫人难以相信。那么这些人说老实话呢，是无量寿经讲得很好，善根少，知识浅薄啊，他不晓得这些造罪极重罪业的众生往生到西方世界，他是看到这一生造业造罪，他没有看到这个人的前生前世啊。人家前生前世啊，种了很大的善根呢，这一生是糊涂颠倒啊，造了罪业啊。啊，过去生中那个善根福德因缘，那不能说不算呐。啊，所以佛说得很清楚，这个法门听到能信，是你过去生中多生多劫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你想想看这个善根多大，这种善根几个人知道啊？只有佛才知道一切众生过去世的因缘啊，所以这凡夫肉眼凡夫，他只看到眼前，他没有知道你过去的。所以一个人在这个法门是能信能愿能行，是过去无量劫来善根，今天成熟啊，所以现前造恶业也不怕，是过去生中善根成熟。十方三宝加持，你听了这个经才会生欢喜心啊，才会发愿依教奉行啊，这是跟诸位讲真话啊，所以绝对不是偶然的。没有这样深厚的善根，怎么能一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神力一加持，您就到七地以上地位啊？阿弥陀佛加持也是有条件的啊，你过去生中没有这个善根，阿弥陀佛想加也加不上啊！啊，十方诸佛冥冥当中保佑你，这佛心是平等的，哪个不保佑啊？还有很多人不相信，还有很多人信了也不愿意往生，那就是过去生中修的善根少啊！啊，
这些话不是我说的，通通是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你们不相信就查经去。啊，我跟大家讲的话是真话了。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因素，它不会退转。啊，下面有个比喻，譬如涉海是航海，啊，航海我们有一条大船就不会沉溺了嘛。啊，阿弥陀佛的愿行就是一个大船，我们乘阿弥陀佛的愿力威神，所以不会退转，沉溺就是退转。啊，这是第一个不退转的原因。二者佛光常照，故菩提心正进不退。这是第二个原因。啊，前面这个原因是两个，一个是弥陀愿力，一个是自己善根这个结果。啊，那第二呢，这是讲外缘。啊，二以下都是讲外缘，外面的缘殊胜，所以你不会退转。啊，佛的智慧光明你常常接触，啊，佛光诸位要知道，我们常常看到佛光就想到这个光明。啊，也有人见到佛光了，见到舍利放光了，他见到了，问问他退不退，还是退转。啊，不是说佛光给你照一下你智慧就开了就不退转了，如果这么容易的话，佛何必要为我们说法49年这么样的辛苦呢？放个光照一下不就行了吗？不但照啊，把你用火烧掉你也不会开悟啊，是照哪里会开悟呢？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佛光要知道不是这个光明啊，是佛为我们讲经说法，佛的智慧启发我们自信光明，是这个意思。啊，现在这个时代啊，这妖魔鬼怪的事情很多啊。啊，见光啊，见什么立地三尺啊，真有啊。啊，我这一次到北京，跟黄老居士在一起，老居士告诉我说，我们台湾有一位居士专门研究舍利的啊，他到每一个地方啊去看舍利，给舍利照相，这个照相当中很多舍利的时候照的相片里头现的佛像也现的光啊，他自己本身也看到舍利放光啊，有的时候他一个人看到，同伴没有看到，也有的时候同行的人大家都看到，他就给黄老居士报告，黄老居士一看不听，他要给照片给看，那我不要看啊，即使是真的也不足以为奇呀。啊，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值得炫耀，不值得一提啊，所以真正高人听都不要听啊。老居士对于邪正辨别得很清楚啊，他告诉我，现在在海外有一位法师
知名度很高。啊，这个法师呢，跟他是同学同门的，啊，同一个师父啊，学佛的。他说这个人过分的偏重在神通，所以他跟他不往来。啊，这个东西，令一切众生得不到真实利益。啊，另外还有一位密宗的上师，已经往生了，已经死了。啊，死的样子还很不好。啊，也是他的同学。啊，跟一个师父学的。他学走了样子了。已经走到邪法去了，不是正法，所以跟他不往来。啊，不但跟他不往来，而且他告诉我，在洛杉矶周宣德老居士，啊，周老居士对这个黄念祖居士非常的敬仰，啊，给他写了很多信。希望他能够到洛杉矶来弘法，他连信都不回。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知道了周宣德居士有一个汇聚出版社，曾经跟这个人出版了一部书。啊，他说周居士这么大年龄，连邪正都不能辨别，这个我不要理他了。你就知道的是，一个真正修行人与慧眼呐，邪正辨别的清清楚楚。啊，这些都是非常有声望啊，在国际上都有地位的啊，黄老居士不理呀。啊，他教给我们的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啊。认真去修学，啊，所以佛的光明就是圣教啊！啊，经典是佛的光明，我们读诵经典就是佛光助照啊！啊，经典在这样不念，不念虽有佛光不照我们。一教修行是佛光主照，所以主要懂这个意思啊，不是见光啊，见莲花，见什么奇奇怪怪的人，那个都没用处啊，启发我们心地光明啊，使我们能够辨别邪正，辨别是非，辨别真妄。这个就是佛光常照啊。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佛光常照就是阿弥陀佛为我们说法，没有中断啊。佛说法，我们听法，这是佛光常照意呀。啊，常常听佛说法。破迷开悟啊，所以菩提心增进不退，菩提心是觉心，他心念念觉悟，他不迷了吗？啊，觉心增上啊，啊，这个所以不退啊。如啊，底下又举大本啊，经师这现在解释，未如大本也。见佛光明而生慈心，又念佛之人，佛放光明摄受此人。啊，这是讲明显加持。啊，明是暗中啊，佛加持。啊，所以念经念佛，佛威神。会加持你的。下。
下面呢是比喻啊，譬如日月照诸暗途啊，不堕坑堑故。啊，在黑暗当中，我们有灯照明啊，这个路上啊就不会走错路啊，也不会呀、遇到危险了。取这个意思。善者水鸟树林风声月响借说苦空啊，闻者常习念佛法身之心故不退。西方世界一切所为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换一句话说呢，整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正庄严全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连这个风声呢、鸟声呢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六尘都宣说妙法啊！你想听什么法门，他就给你说什么法门啊！此地是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是对于凡圣同居土人天待业往生啊而说的，说皆说苦空。就是给我们讲苦空无常，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长期念三宝之心，啊，这个三宝。就是六祖大师所解释的啊，念佛、念法、念僧，就是念觉、念正、念净啊，就是觉正净，这个要知道的啊。觉正净是自信三宝啊，自信三宝才是真正归处，才不退呀、啊。如果念外面的三宝，没用处啊，那不能保证你不退，念自信三宝呢就决定不退转了。下面解释是经师为如此经即二部中说，此经是阿弥陀经，净土有三经，除了此经之外还有两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这个二部中说就是那两部当中讲的。辟之往者闻中庆声正其正念故啊，这是讲的这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啊，他已经断气了，在一般情形之下八个小时他的神识没离开啊，人断气之后八小时绝大多数没有离开，这个时候你敲钟磬他听得到啊，他虽然说不出来他听得到，所以这个时候念佛给他助念啊，跟他说法劝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也能听得到啊，如果他听到他接受了一念回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确实能往生啊，所以这个助念呢好处是非常非常之多啊，那么这是比喻是可以帮助他的正念
啊，那么何况西方极乐世界六乘说法啊，念念当中啊都没有邪思，哪里会退转呢？啊，这是第三个原因啊，就是物质环境好啊，物质环境好，我们不会退转。第四，纯诸菩萨以为甚有，外无魔邪，内无烦恼，故不退。那么这是这个人世环境殊胜啊，我们这个世间人世环境非常复杂啊，尤其是我们这一代啊，这一代的人呢特别苦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一代的人啊把圣贤的书啊丢掉了，不念圣贤书啊，这个不得了啊！啊，圣贤书的好处在哪里呢？圣贤书的好处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不但佛书是如此。孔孟啊，老庄都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的啊，使我们认识自己，认识环境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处事待人接物，自己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啊，它有一个准则。这个准则要以佛经来讲呢，就是顺性啊，顺着真如本性，所以这个标准是善的啊。我们自己在一生当中得到快乐，得到幸福啊，社会国家乃至于世界能够得到安和乐利啊，这是圣贤书的利益了，我们今天舍弃了，不要了啊，这个不要了啊，一切人的思想没有标准啊，没有标准，胡思乱想啊，所以思想见解统统错了啊，那行为哪有不错的啊，这种过失所得的结果就是灾难，就是痛苦啊！所以你要问这个世界到哪一天才有和平啊？哪一天社会才有祥和，我们才能够过好日子啊？那就看哪一天再恢复去念圣贤书啊。在过去于宾主教，天主教徒提倡祭祖，我们都感觉到很奇怪，因为天主教是不要祖先的，不祭祖的，他提倡祭祖啊，我们是大惑不解啊。上一次我回来的时候，陆建刚老居士把这个事情给我说明白了，我才恍然大悟啊！啊，他说有一年，于宾主教参加欧洲一个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的。啊，当时大会当中请到英国一个历史哲学家，这是世界知名的学者。汤恩比去演说，汤恩比在演说里面告诉大家，世界要想得到真正的和平，唯有中国孔孟的
思想才能够挽救世界。于斌主教听了这个，回来才提倡戒足。世界上真正有学问的人，知道中国文化之可贵呀，知道孔孟的学说可以救天下人了，我们自己不晓得。所以四书五经在我们从前是中国人必读之书。只要是中国人，没有说不读四书五经的。现在我们把这些东西都丢掉了，都舍弃掉了，这才遭这样大的苦难。这真是愚痴颠倒啊。那西方世界，那个世界不但没有六道，再告诉诸位也没有十法界，一真法界是纯住菩萨一位神友，甚是殊胜的最好的朋友啊。我们在大经上看过，菩萨还不是普通菩萨，通通是普贤菩萨，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皆遵修普贤大士之德，通通是普贤菩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要想成圆教佛无上正等正觉，一定要修普贤行。西方极乐世界从初发心的菩萨到等觉菩萨，通通修普贤行。这个不可思议啊！所以外无魔邪，外面没有天魔，没有邪知邪见，内无烦恼，每一个往生的人心地都清净，心净则途径的，所以念佛要念到功夫成片才有资格往生，不是说我念了就能往生了，这个靠不住啊。念了啊，要念得有得力，要念得有功夫，才能往生。那么功夫成片怎么个说法呢？就是我们心里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任何的杂念，就叫一片。也就是从早到晚，一年到头啊，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想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念，这个要紧的。一面念佛一面还在打妄想，这个不能往生。念佛的人多，对于社会的安定，对于灾难的消除，确实是有决定的因素，有这个利益好处。至于念佛人能不能往生，那就不敢说了。往生的条件，最低的条件功夫成片，再往上一层的是四义心不乱，最高的是礼义心不乱。这个是往生的条件呢。念到礼义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
事一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啊，不能念到功夫成片，不能往生啊！啊，所以我们同修当中啊，念佛人呢、啊，常常还念钞票、念股票，这个东西怎么能往生呢、啊？啊，你念得再好，这个东西没有放下，不能往生。啊，要彻底放下。啊，你这放下，放下我这个日子怎么过法呢？你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还要问日子怎么过啊？啊，想到我这个日子还要去过下去，换一句话说，你根本没有意思求往生嘛。啊，真有意思求往生呢，明天不要管他了嘛，明天往生嘛。这样功夫才能成片呢。啊，你这个念佛才能真正的受用。啊，你心地才会清净。啊，才会消业障，增长智慧，啊，开智慧，啊，所以这是很要紧，很要紧，啊，我们今天就是里面烦恼不断，还是依旧啊，增长是非人我，共高我慢，贪嗔痴，还搞这一套。这就没法子了啊！这样念佛只能种个善根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那么底下的解释说为如此经言诸上善人同会一处辟之智子庄月不服楚语故这个解释里面呢就正如同本经所说的啊，到西方极乐是诸上善人同归一处啊，这个上善是指的等觉菩萨菩萨当中没有比等觉更高的等觉是上善西方极乐世界等觉菩萨太多太多了啊，跟这些人在一起怎么可能退转呢这不可能啊天天跟等觉菩萨在一块啊，跟观音世智文殊普贤在一起你怎么会退转呢啊，不可能的底下举了一个比喻譬如稚子庄月啊，这是放把小孩子放在庄月庄月底下有个注解是齐皆黎民啊，就是齐国一个地名啊，不服楚语楚是在现在的湖南啊，湖南这一带，啊，每一个地方都有方言嘛。你把小孩子放在齐国，他将来讲话自然就是齐国的话，他就不会讲楚国话的了。啊，啊，这是说明是环境的，啊，这个影响厉害了。西方极乐世界人是环境好，啊，你跟菩萨在一起，那自自然然你也成了菩萨了。啊，不知不觉就变成菩萨，啊，就取这个意思。吾者受命永结于佛其等，故不退。啊，第五个因素呢是寿命长。啊，西方世界阿弥陀佛无量寿。啊，虽然呢说这个无量。是个有量的无量但是也可以说它是无量的无量啊，为什么呢
那个数字没有人能计算得出来。啊，虽然是有数字，没有人能够计算得出来。啊，这个诸位看无量寿经就知道。啊，不但我们世间人没有办法计算，经上有譬喻啊，十方世界一切众生都证得辟支佛的果位。神通度相大目犍连共同计算都算不出来，啊，所以在书上讲阿弥陀佛入灭的时候，观音菩萨即成佛位，观音菩萨将来入灭，大势至菩萨即成佛位，啊，这个就是它是有量，虽然是有量，时间太长没法被计算，绝对不是印度十大树里面的无量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称它叫真正无量啊。啊，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寿命跟佛都相等啊，都齐等。那么注意想想看，哪一个不成佛呢？啊，就是成佛三个阿僧祇劫吧，三个阿僧祇劫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人寿来言实在太短了，所以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佛啊，不要等来世，一生决定成佛之后，那个寿命就是真正的无量了啊，那都不是假的，是真正的无量了啊！所以这是他不退的一个因素。为什么说这一条呢？这一条很重要啊！我们也是无量劫以前就发心修行，修了无量劫，在这当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了。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啊，这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寿命短啊，这一死了之后隔阴之泥再投胎，这太短了啊，你要学又要从头学，学没多少了又要死啊，生生死死了，使我们这个修行永远不能成就啊，这个是推转的因素啊，是西方极乐世界寿命长，它不推转的啊，它可以一直修行到成佛啊，它寿命不止三大圣期，所以它决定成佛。我们看到这一条，西方极乐世界不去不行啊。啊，十方诸佛刹土没有这一条，那么换一句话是，生到其他诸佛刹土，你的生命呢，寿命不长，不长的时候到命终了，死了之后再投胎，这个当中就有隔阴之谜，就有推转，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啊，我们在无量寿经看到阿舍王子五十人。啊，过去曾经供养四百亿佛，还是隔阴之谜，还是退转。啊，那一段经文看了，实在是非常恐怖啊！啊，看了之后你就知道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跟他们一样。啊，说的说他们呢，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啊，这个是不能成就的原因。今时未如今年，佛及人民寿命无量，辟支十万里途，假以时日终至宝所住。啊，这是必须的。啊，你有时间长，虽然路远不怕。啊，为什么呢？
决定可以到达。啊，如果路很长，寿命短促，走不到那个地方就死了。啊，那你这不能成就了，这是寿命长不怕了。啊，就是佛在经上讲的三大阿僧祇劫，或者像华严讲的无量阿僧祇劫，才能够证得圆教的佛果。那无量阿僧祇劫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怕，一生当中还是决定可以证得，这是好处啊。啊，实在讲，我们在大经上常常说，啊，常常提醒同学们，西方极乐世界无量的庄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无量寿。诸想想，没有寿命，一切再庄严的，你都没份嘛，你没有份去享受嘛，寿命第一重要啊！啊，我有寿命，所以一切种种庄严，我才能享受啊，没有寿命就不行了。啊，阿弥陀佛了，翻成无量寿啊，就是翻它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啊。无量义里面这一义是最重要的。十圣三十一大约同此空凡不言啊，这一句就是略说的啊。通赞书里面讲的十圣，群疑论里面讲三十种利益，大致都是像这样的啊，所以就不必再多说了啊。那么晓得西方极乐世界它不退转呢，确实有很多的因素。我们再看底下的书啊，又不退三义，大乘不退，义德不退，位德不退，列入弥勒问经说。那么这种三种不退呢，跟平常讲的不一样啊。大乘不退，义德的不退，位德也不退，这个很奇妙了。下面这个抄里面给我们解释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真正认识，真正理解我们念佛求生西方的信心，才能够生得起来啊，才能够欢喜接受踊跃念佛啊，才能体会到这一个法门的殊胜啊。先说大乘不退，往生彼国去入大乘，更不退转佛作二乘故。演义里头啊有解释啊，在这一面，这个408面倒数第二行啊，我们看原意里面的解释，这大乘不退，未及往生，已亲大乘人，闻大乘法，发大心，修大行，去大果，不同此土六心堕落，成皆声闻故。往生，这是讲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是这个样子啊。除非不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经上所讲的种种功德庄严果报，通通你都有，都有份啊。你所亲近的是圆教大乘菩萨啊，
西方极乐世界，像文殊普贤观音世智这样的菩萨多得很呐、我们对于这些等觉菩萨就只知道这么几个人而已，其实和他们这个地位相等的不晓得有多少啊。无量寿经里面给我们讲十六正思，那十六通通是等觉菩萨啊，我们知道的少啊，不知道的太多了啊。跟这些人在一起，你所听的六根接触的是大乘法啊，这些人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典型榜样啊。跟他们在一起，那个心怎么不大呢？心要大，要发大心啊！大心的标准就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音啊。我们为什么要天天去念四十八音啊？我们专修净宗的人，我们的早晚课跟一般寺院里面不一样啊，我们早课念四十八页，念无量寿经第六章啊，晚课念三十三到三十五章啊。黄念祖老居士也是注重了这个经上这两部分啊。我这一次到北京，他特别提出来啊，而且这个三十三到三十五章这一段经文，它有录音带，这个录音带我们带回来了。啊，这个无非呀、是把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变成我们自己的四十八愿，我们的心愿完全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这阿弥陀佛跟我们说同心同愿 那怎么能不往生？决定往生啊！念念呢要度一切众生啊！菩萨不能为自己念念要为自身着想，念念为自己家庭着想，你决定不能超越轮回，就是这是造轮回事了，你怎么能出轮回呢？啊，要想出轮回，那个心量要放大啊，念念念佛法，念念念众生，就与佛菩萨的心愿相应的，这叫发大心。修大行，一切行门当中念佛最大，这个知道的人不多啊。观经三种敬业啊，身心因果，我跟诸位讲的很多，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我这次跟黄老居士见了两次面，谈了七八个小时啊，最后的结论，黄老居士，我们讲的这些话了都是废话了啊。什么是真话呢？那一句阿弥陀佛是真话，除了阿弥陀佛之外通通叫废话啊。你想阿弥陀佛，想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这叫正念；想其他的都叫做胡思乱想，这个邪念啊，都不是正念啊。这
这是真正念佛人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佛在经上给我们建立的。所以我在此地向大家郑重宣布，大家不要给我写信。为什么呢？我不看，信来了就丢到组织楼去了。当然我更不会回信。为什么呢？废话吧，胡思乱想吧。为什么不老实念佛呢？这个重要啊。你一来问问题，说实在话都叫废话，都是胡思乱想。回家老实念佛，什么事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这一定要知道真修啊。我们这一生才有指望。如果不认真修，不老实修，这一生又要空过。空过来生，这一生修得好，来生再得人生，得人生怎么样？还跟这一生一样，甚至于还不如这一生，那不苦死了。所以一定要觉悟，真正觉悟就是一切放下。这是希望诸位同修要记住的，要发大心，修大心。这一卷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是大心呐，去大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证无上正等正觉。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41位化身大夫，文殊普贤还要求生西方净土，一切诸佛如来都念阿弥陀佛，这还有什么话说的？诸佛都念阿弥陀佛了。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所以他那一天这个精神饱满，光彩无比，我难看到成为稀有啊。什么原因呢？原来是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你才晓得阿弥陀佛功德巍巍，不可思议。是大果，所以不同此土啊，六心堕落。这个六心就是第六意识心，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尘劫生闻，尘劫是沉淀劫，像时间之长啊，得不到结果啊。这是讲大乘不退，因为摩罗汉还是用的第六意识心，这个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得很清楚。摩罗汉、毗支佛都是用八识心，用八识心就决定不能够证得大乘。大乘菩萨转八十乘四智，这是大乘菩萨。那么这是讲的大乘不退，所以他是往生彼国，去入大乘，绝对不会再堕落作二乘人。以德不退者，是但生彼国凡所以德更不退转，丧失本有故。这个年纪里头也有。那么这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看409面第一行，以德不退者，
凡所以得神通三昧。这个句子应该是两个字一句，神通是一桩事情，三昧是一桩事情，智慧是一桩事情，辩才又是一桩事情啊！这个是举了四个例子啊，这四个例子。我们在大经上看到，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所得到的神通就是天眼洞视、天耳彻听、他心辨知者啊，那个六通啊，可以说跟佛就差不多了啊。这是弥陀威神加持啊，一生到西方世界就得到啊，会不会退转呢？不会退转，永不退转，这个难得了，太稀有了。三昧是讲的正受，三昧是凡学啊，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无量寿经》经题上所讲的清净心、平等心、觉心，就是三昧啊，叫念佛三昧啊，清净平等觉绝对不会退转。清净心起的作用就是智慧，无量的智慧啊！学佛不能不开智慧啊！我再跟诸位同学说，凡是往生的人，戒定慧三学具足，他要不具足，他不能往生。你看呢，他平常没修啊，他就念这句阿弥陀佛了，一点没错。他念到往生的时候啊，三学具足啊，他心里面没有问，就是戒具足了啊，小乘戒具足了。念这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没有比这个更善的。菩萨戒具足了，菩萨戒是众善奉行，比丘戒是诸恶莫作，所以一句佛号具足了啊。定呢，他专心念，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心里没有第二念，这是定具足了。这一句佛号念得清清楚楚，字字分明，慧具足了啊。所以往生的人，即使下下品往生，也是三学具足啊，不可以轻视的啊。这就是三昧具足，智慧具足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智慧辩才四十八愿讲得清楚。那么这是可以说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信德修德无量无边呢，通通不推了。此地不过是举出四桩事情啊，实在讲那一边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啊，样样都不推转，说不通此谱啊。神仙遭胯下，罗汉堕云端，一动欲成戒杀事故。这不像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个地方呢，稍微动一念心啊，就退转了啊。神仙是讲天人啊，走过我们凡夫胯下就堕落了，他再不上去了。
啊，罗汉动了一念欲望了，马上就退多了。啊，一动欲成，欲是五欲，财色名食睡，五欲，尘是六尘。对于五欲六尘，起一念贪心，起一念嗔恚心，就堕落了。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容易事情啊！啊，这个发心出来讲经说法，讲经说法是最容易堕落的。啊，我那个时候跟李老师学佛，李老师说，40岁以前决定不可以出去讲经。啊，要讲在自己家里练习讲。啊，台中莲社，啊，这个，还有一个灵山寺，啊，这个都是李老师的教学的道场，啊，在这个里面讲可以，决定不准出去。啊，原因在哪里？防止堕落。啊，你出去讲经，啊，居士们会供养，啊，这个财供养多了，对财起了贪心。就堕落啊！那个女众同修接触多了，也容易堕落啊！你看很多年轻法师还俗了啊，他们有去度众生，结果被众生度穷啊，可怕，非常非常可怕啊！所以这是不可以不防止啊，不是说年轻不能讲经，没有定力了啊，你有定慧，那像法华经上龙女8岁都成佛了，那人家有定力呀，啊，有定有慧呀，啊，试问问我们怎么样，几句不好听的话听到了，心里要难过几天，这还能成就吗？这不能成就啊！啊，给你恭维赞叹的时候，好几天、啊、都睡不好觉啊，那个兴奋得不得了，你说怎么行呢？这不行呢，外面这个霸风轻轻吹一下，句句就动摇了啊！所以这个是不能成就的原因在此地。有许多地方到此地来请我们这边这个同修们去讲经说法啊，不管是出家是在家的啊，李老师一生在世不敢私心自居啊，啊，现在呢一出去我是法师了啊，出家是法师，在家是老师，这得了吗？不得了了啊！真正修道人决定避免啊，不敢啊。黄念祖老居士在这个大陆上这样的身份地位，这样的羞耻啊，你看他自己没有敢称老师啊，他都叫人称他黄老居士啊，学生都称他老居士，没有称他老师的啊，他不准人叫他做老师了啊。下莲居那得了不得了的人啊，佛菩萨再来的，你看他的著作，你黄老居士他都把那个底下改了，我们不是写的是很恭敬的下莲居大师，他把他圈掉大部分居士啊，都改成居士，对，是正确的啊。为什么呢？这一代人过分狂妄啊，治理狂妄怎么样呢？就是谦虚啊，我们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啊，
这是正确的。众生无知啊，他认为这是恭敬的，不知道恭敬过了分呢，是有害的，是有负面影响的。我们要把它纠正过来，这是慈悲。现在我们看到佛门，常常像连这个国外也是如此，我就说香港看到，新加坡也是如此。那佛门办的什么？是搞佛教运动嘛？现在时髦的话叫佛教秀啊，搞这个东西了。搞大场面，搞几千几万人，在那里表演。法师上台去表演呢，这成什么话嘛？我们对峙的方法呢？我这次到国外，我穿的衣服没穿黄衣服，我穿灰衣服，人家看不出来的。我一个人，我一个都不带。你们去的是带一大堆一大堆。惹人注目，我一个人去。穿的衣服跟大陆上衣服颜色一样的。可是人家对我也蛮客气呀，也很恭敬，也很礼遇啊。黄老居士说得好啊，学佛的人要重甚至不要重形象，这个外表是形象。这个不必重视，重视实际。真正同修是贵精不贵多。多了不能成就，有什么用处？人少个个都有成就，那还得了啊？不得了啊！十个人在一块同共修，十个人就将来都往生。十尊佛出世啊，还得了？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了。这个第三呢，讲未得不退，但生彼国，凡所未得，更不退转，足其勤进故。前面两种不退啊，好懂。这一类未得的，未得怎么会不退呢？我们再看注解，注解里面说，未得不退者，凡所未得之神通三昧等，前面是已得的神通三昧，已得的跟诸位说，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已得的。差不多是七地菩萨，七地菩萨的七地以上嘛，七八九地的这些菩萨的神通三昧，未得的是如来果地上的究竟圆满的神通三昧，还没得到啊，未得的。如果那个都已经得到，那你何必求往生呢？你不用求往生了。就是等觉菩萨求往生，就是因为还有未得的呀，还有未得的，这个诸位要明了啊。种种功德就是如来果地上究竟圆满的功德，这虽然没得，虽然没有得到，在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得的，我们渐渐呢会证得，也就是说。在西方世界修行没有障碍，没有障碍，你决定会得到，更无阻滞，任运能得。不同此土，魔障现前，不能前进。跟我们这个时间不一样，我们这个时间未得，你想求，想求障碍太多，
啊，有魔障，有业障，障碍住你，你想得得不到啊。啊，现在这个修行，说老实话，啊，我也常常讲。讲的还有很多人出家人来写信来骂我，说我是说错了。啊，我跟大家说，现在修行人是出家不如在家。啊，这个出家人听到就很不高兴了。啊，好像我过分的捧在家人了。啊，从前出家人。比在家人的环境好，现在出家人的环境不如在家人。啊，原因在什么地方？现在道场的本质跟从前不相同。以前的道场啊，不靠信徒。啊，大陆上道场自己有山有田，啊，租给农夫耕种，他收租，以这个租。来作为稻粮养活这个大众，啊，所以他的生活清苦一点，他不求人，不求人呢，就不要看信徒的颜色，自己认真可以办到啊。现在道场没有财产，要靠信徒，要靠信徒就不敢得罪信徒，要常常就巴结信徒，你这种心多难过啊。啊，你在家修行，顶多应付你家亲眷属，你究竟有多少人吗？你家亲眷属五六十个人不得了了。啊，你在一个道场里信徒，越是庙大信徒越多，你要应付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苦死了。啊，所以这个都是障碍，这个都是不能成就的原因。啊，所以有很多人发心出家，你为什么要出家？你出家干什么？啊，你在家觉得苦，你出家之后会更苦，会后悔也了。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自己要认清，现在环境跟从前环境不一样。啊，真正讲自己。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现在是乱世，说老实话找不到啊，到哪去找啊？那是要大福报啊，我们自己看看像不像有福的人呢，有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呢？啊，没有那个福报啊，就是有那个场所啊，你在那里也住不住啊，所以说福地福人居啊，我没福啊，住在那里也住不安呐、啊，啊，那么由此可知，安心立命呢，要修福修慧，有福有慧呀、啊，哪个地方都是道场，啊，哪个地方都是好地方，啊，要讲风水的话的时候，处处都是好风水，啊，日日都是吉祥日，时时都是好时。啊，有福有慧吧，这才是重要的。啊，那么这是说明啊，未得者不退，啊，所以但生彼国，凡所未得，更不退转，足其前进故。啊，那么底下还有一段，我们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好了。啊。